正围绕在黄花风铃木树下摆出各种姿势，用手机捕捉各个角度黄花风铃木和自己同框的最美姿态。黄色花朵在阳光照耀下映衬着蓝天，相当美丽。我想像来到国外。对啊，有啊，有网络上拍说这个还不错啦。其实不用花钱去国外，国内就很美了。这里是台中市北屯区步子公园，也是最多人推荐的黄花风铃木赏花景点。每年三月进入开花期，公园内大片的金黄色花海相当吸引人，民众都把握机会携家带眷来这里散步赏花。就是天很蓝，对，就互相对称，很美。怎么会想要每年都会？因为每年都没有追到它最满的时候啊。另外，在大里区康桥左岸步道旁，整排的黄花风铃木和粉红色樱花同时盛开，搭配一旁的河岸风光，别有一番风情。不过有民众发觉，今年黄花风铃木盛开情形和2021年缺水期的爆开花况相当类似，在赏花的同时，也不免担忧今年的水情。华视新闻黄总萧月台中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